Tja, Frau Fadrich.善哉善哉，王者圣德哲著，孔家显德哲己。所以今天的法会叫做恰陀法会，是恰陀天教。今年恰陀是吉祥，恰陀应该是什么物件？是蛮恰陀的。这恰陀的是非常用的，无圣德，王者不圣德，恰陀是不服的。所以就这样讲，王者圣德即止。所以恰陀是吉祥之年，希望大家多多运用恰陀，然后恰陀之顺，来到希望今年会当配合着天地恰陀发挥功能。今年恰陀是安怎做恰？今年丁卯年丁丙丁属赤，属人，所以叫做赤陀。各位贤德，为什么叫青牛？青牛介属青，牛就是属长，所以就是青牛就是一张脸，青属的，所以一张脸。是安怎好年叫做火好，它会叫做青好。那是甲寅年就是青好，因为丁寅年丙属南方丙丁火，所以叫做火好。什么叫做三宅分人？老师现在讲的，什么叫做三宅分人？三宅者，天之为天，地之为地，人之为人，是三宅各尽其位，各尽其职呀。因为天有高明，所以才能化育万物；地有薄厚，所以才能育万物。人因为有重视，明命。才能配天地之德，这些高明博厚、忠士明明，就是三才本人。所以希望大家无论处理什么事情，在什么地方，让大家都要显出我们本然的忠士。如果不能显示我们忠士本然出来，要找到自己大概非常的难。大家知道，因为天地之下这么多的修德，就是因为不能找到自己，所以才不能明心见性。所以忠士对我们大家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就是因为人在物欲里面，所以不能看到自己，所以才会觉得理很深，道很玄。其实理跟道多是三才万物之本，希望大家能够显现我们人的本然出来。所以老师就取一个名，
教的三才品，希望大家今天跟老师心法印证，能够留在造心灯里面，以后一旦用这个三才品一旦教到地来修筑，达到人的本源面目。天所全责，地所全，地所全责，人所全，我称为三才。如果能够三全的话，就是一贯道显然了。三才天地人，各都不论离婚哦。天所转折，像天要做的，完全无缺点的时阵，这成就的天同款。好发的天赶快的缩转，那么人也好发的这些缩转，他呢驾驶也在方我这三载，三才已经提前了。我们能够达到一贯，那就是三全了。最简单就是三个字，一贯道。孔夫子所传的道，就是要让世界上每一个人能达到天权、地权、人权，那就是一贯了。大概当体会的天地人的意思嘛，咱人的身躯含天地拢同款，全部拢同款。那么现在一项不同款的所在给它改过来，那就一样了。所以道理没有深浅，人心自有分别。顿法与战法不一样的地方，已经南顿北疆那一种样式大概快要明显了。我做接六座的时候，就是南顿北站。大家在台湾都有看到报纸没有？是不是也是这边狠狠的南顿北站出来了？大家是不是既然特别是这个时间他要用心去修道，当然是顿法比战法要好。他呢，天道顿法，五分钟前是众生，五分钟后应该免到五分钟后，一刹那之间就是佛。既然一旦开悟，佛与众生在一刹那之间。唔单定啊，是讲家己是众生，就要做众生的头路。顿法甲讲法少，这分别。如果大家要来泰国，大家喜欢坐飞机或者是坐船，当然坐飞机了。三岁小孩子也知道要坐飞机，坐船不知道要坐多久。那就是顿法与战法不一样的地方。上帝以我何属？上帝跟有什么特别不同款的所在？他们今天的呢？当上帝应该就有分别了。上帝离开你有多远？上帝离你有多远？上帝多与你同在，那么你有没有跟上帝同在？是上帝离开人，或者是人离开上帝？不是上帝离开我们，是我们人要离开上帝。
所以才不能明心见性。老师问问大家，你们在台湾，老师有没有离开大家？没有。这么远，为什么老师没有离开大家？上帝也不会离开大家，老师也不会离开大家。如果大家要离开老师，是老师没有办法，不是老师要离开大家，老师永远与大家同在，无论大家到什么地方去，到了美国、日本，老师也跟着大家到了日本，所以一点儿都没有离开大家。人没有离开上帝，上帝是不会离开我们的。如果大家没有离开老师，老师也不会离开大家的。正与邪有什么分别？因为对待还是有分别。如果大家能显出本人的面目，那没有正也没有邪。到了没有正没有邪的时候，那叫着那个名叫做正，无正无邪的时候名为正。希望以后大家能显出到无正无邪的地步，那就是真正的名为正。